意真好，风和日丽，气象台预测的挺准的。今天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吧？哇，这个女人这么胖，应该减肥了。这小妞急急忙忙，一定是约了男朋友。这两个人贼眉鼠眼，鬼鬼祟祟。好了，别啰嗦了。来了来了，你再等三秒钟行不行啊？去了，你还当老师呢，有点耐心嘛。每次都迟到，才九十分钟哎！每次都九十分钟，下次六十分钟，快点！快什么快？快散场了！名声还等着你呢，真的！哼，你看你啊，一提到名声就这副德行，重色轻友，不看了，我也不看了，耍我！对不起，两位小姐。什么事，警察先生？请给我看看你们的身份证。为什么？正在查一个失踪少女。哦，失踪少女，我们两个。刘向晴，嗯，多少岁？25。结婚了没有？没有。什么职业？教书。哪个学校？盛中华小学。电话呢？怎么？你想追他？你不用不好意思，这种场面我见得多了。可惜啊，他有男朋友了，可是我没有。你追我吧，你问我吧。你忘了我没有男朋友。没有啊，你爸谁都爱，就是不爱我，我怎么会嫁给他这种人呢？没错没错，是不能嫁给他，不过也不是绝对。可是我听爸爸说，你爱他，他也爱你，你跟他一样舍不得我们。我什么时候说过了啊？是了，应该嫁他，嫁吧。你不要吵，专心当你的裁判吧。阿三加油，过过过的过的好，过的好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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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我妈最吵了，刚才吵死了。说什么啊，我看球从来都不吵，我最斯文。你以前总是一声不出，我还以为你哑巴呢。我还以为你是瞎子呢。不，我瞎子人眼，瞎子怎么找到你？怎么跳圈了？我们老了，扔下他们俩就好了。谁跟你当老？喂，爸爸，你还不向他求婚？多岁吧。哎，等等我。再加点花草树木，是不是更漂亮啊？是。嗯，在这个世界里有人和动物，这样才会有生气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来，多放点，咱们一起往上加。各位同学，咱们这个彩色世界就弄好了，告诉我里面有什么。有人，有人，有人。甘姐你好。在上课呢。知道了，谢谢。
那么哪一位同学能说一说，为什么在大楼下面有一个小斜坡呢？我说斜坡是给伤残人士用的。对了，大家要记住，我们能够帮助别人是一件幸福的事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刘老师，那太阳在哪里呀？对了，我们的太阳在哪里啊？在这里。你们好。各位小朋友，我们把太阳放在这儿好不好？这个世界上会有太阳呢？我知道，因为生命需要太阳和希望。刘老师说的。嗯，说得对。是你说的。什么？原来是叔叔说的。云生，哎，螺丝口，一定是卡口的。灯泡是你拆下来的吗？你好好想想，刚刚拆灯泡的时候是不是拧下来的？我不记得了。不记得了？哎呀，真没记性啊！你就再说一次不就行了？那怎么办？两个都买了。谁说就买一个灯泡来的？买这么多东西应该开车嘛。走走吧，晒晒太阳吹吹风多好。有没有近点的路？走得我累死了，好沉啊。哦，来给我，这样行了吧？好多了，吃甜筒。有没有巧克力的？有，要几个？一个。谢谢。多少钱呢？6块。啊，谢谢。少吃点。哎，先说好了，以后再买东西不要让我走那么远的路。好，以后我自己去买。我们又不是没车，怎么不把车开了呢？如果我不在，你又找不到车，那你怎么办？我去学开车。行啊，等你考到驾照的时候。我是来等你的，我想了很久了，想跟你交个朋友。哎，小姐，我不是坏人啊，我可是第一次这样追女孩子。我在警察学校很出色的，我还代表过香港参加亚运射击比赛呢。哎，喂，我下个礼拜就转刑警了。我有男朋友了。比较一下吧，比我好，我认输。哎，明天我还找你啊，好不好？是不是不敢的？怕我赢啊？好吧，明天下午2点，你来文化中心找我。咱们几个男的照一张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哎，警察大哥，
你还真来了。是啊，这花送给你。谢谢，你跟我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啊，谢谢你们。云生，云生。啊，我来介绍，我先是张明生，是位建筑师，这是我朋友，是个警察。哎，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哦，我叫林朗，恭喜你啊。谢谢，新郎哥真帅、哎、阿生，谢谢。哎，我朋友来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过去吧。走。怎么傻眼了？哎，还没见上呢，我叫金青、哦、上位婚嫁。你好你好啊，恭喜恭喜。谢谢啊，谢谢，恭喜，谢谢，谢谢。这是我太太阿晴。新娘子今天真漂亮。谢谢谢谢。喂，喂，你去哪里啊？走那么快干什么？哎，你还没跟新郎新娘照相呢。林生，阿晴，来来来来来，照张相嘛，来来来，快。哎，你摆个姿势呢。好了。好好，给你们站好了啊。准备，看镜头，一。你怎么搞的？每次都睡大觉，以后别看电影。电影有什么好看？我最爱看你。哎，冷死了，就来用我。哎，你冷我不冷啊？我冷的嘛。喂，还给我。你不冷了，那我怎么办？给你喝杯酒。去哪喝？嗯，高的。哎，对了，过来给你查一下发地车。OK。很贵吧？啊，礼物！哎，这回你开心了。哎，这个给你啊，神秘礼物！看我猜一个，什么礼物？不要表白，给我看看嘛！快点看看！哎呀，我呢？喂喂喂喂喂喂！我的，你们的礼物在这儿呢。那我们的礼物在这儿呢。各位观众，你们现在看到的是全香港最完美的家庭啊！我来介绍，外公和外婆非常的恩爱。吃东西你一口我一口，简直羡慕死人了。哎，还有这一对，这一对更加恩爱的小夫妻了。哎，亲家亲家吧，是不是很幸福很完美？喂，你是嫉妒还是羡慕？当然是嫉妒了，你都没送礼物给我，拿着吧。拿着。送我了。哎，子辉子聪啊，你们来帮警察叔叔的忙、啊、不要了，还是让明生干吧。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分享你们俩的幸福。嗯，亲爸爸。喂，吃蛋糕去。哎，你们都过去，我来拍。二郎啊，给，谢谢。现在忙不忙啊？一般。听说最近治安不太好啊，你可要小心点。没事，来来干。子聪，干嘛？给我拿个鸡翅膀。哎呀，快点啊！嗯，还没烤熟。来了来了啊！谁要吃鸡翅膀啊？烤好了。我吃。好，你先吃，你先吃。别抢，你先吃吧。很多人都没吃呢，快拿过去吧。啊。喂，李大郎怎么样？谁知道？什么？哎呀，男人就是这么麻烦，挺不错的。你是说鸡翅膀啊？这花是自己种的。是啊，阿星特别喜欢，我还打算给他弄个温室呢。嗯，有没有人说你们俩有夫妻相？你们俩笑都一样。是吗？是啊，我看这叫互相感染。你怎么了？我有孩子了。真的？嗯。老头子，老头子，阿生，怎么了？什么事？阿晴怀孕了。阿生，先说好了，我当干爹啊。好，快点过来呀。快点啊，阿晴怀孕了。我们就快当外公外婆了。你们两个快有小弟弟了。哎，啊，都烧焦了。哎呀，有没有留给我啊？有有有，那这个给你。哇、啊，真棒啊！越胡越香、哎，你别吃吧，哎、别客气了，就你谢了谢了，来吧，吃吧。啊，别动，放给我一个。乖，慢一点。
你先回去吧。喂，好冷啊。你回去嘛。求求你。OK OK。好紧张啊。哈哈我要回警察局。再打电话给你。吃饭了，哦，那咱们吃饭吧。好。爸爸又不回来了。子聪，爸爸也想回来，可是他有工作嘛。喝汤吧，你不是最爱喝的吗？嗯。哎，请戴安全帽，要注意安全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家里有事？没有啊，我给你送汤来了。你一个礼拜没回家吃饭了。傻丫头，喝汤吧。好，过些日子我要改变工作时间，等做完这项工程，我去找公司谈谈，看能不能留在香港。不要紧，工作为重嘛。哎，快喝。好。味道怎么样？嗯，不错。你有没有想过给孩子起什么名字啊？想过，如果是儿子就叫子健吧，健康的健。嗯，那女儿呢？女儿的名字我还没想到，我看你起吧。嗯，叫什么好？你看这里的整个小区都是我们发展的，那个地盘也是，那两栋楼都是我设计的，还有这边，这个地盘有住宅，中间有人工湖，还有商场和戏院。太漂亮了。漂亮？没盖好你就知道漂亮了。反正是你盖的都漂亮。真的？啊，你回去跟孩子说，明天晚上我一定回家吃饭。嗯。哎，不用送了，快回去吧。走吧。行了，你不用送我了。我送你下。不用了，你可要小心一点哦。知道了。拜拜。拜拜。慢慢来，到底，到底，哎，好了。
小心啊！吓死我了！我以为你出事了。没事，没事。要是出事了，我怎么办呢？一家五口还等着我养呢，我怎么可以出事呢？我不怕。没事的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不会开让我别啰嗦了，哎，就快到了，转，不就这儿吗？哎，铃声，好了，等半天了吧？他故意慢慢开，别胡说八道啊，坐后边去。为什么？我跟铃声聊聊。你不想跟我聊聊？我跟你没共同语言。哼，那是你没水准。谢谢啊，谢谢。真是，你们两个别太亲密了啊！别让人误会你们是同性恋。哎，今天晚上喝什么汤啊？好像是罗宋汤吧。嘿，太棒了！还有没有鸡腿啊？大概有。真的？哇，有没有搞错？会不会开车啊你？撞了我们还敢跑？别追了，危险，没问题。就在前面的，快追点，不能那么便宜他。追，快点开！哇，好棒啊！小心，坐稳了。开开开！你有病啊！这是香港，怎么开车的你？不能，还不停车！停住！喂，停住！我们是警察，快点停住！停车！警察！小心点！喂，你会不会开车啊？你们，小心啊！没事，我没事。林兄弟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哼，下次见到他们，非打死他们。爸爸打来的，喂，他买圣诞礼物。是，我是他太太。
明星呢？他在哪里？阿姐，你怎么回事？到底怎么了？医生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我女婿情况到底怎么样？子弹穿过了他的头骨，使脑硬膜大量出血，水肿影响了血液循环，而且缺氧，导致了昏迷。那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啊？明生没事的，他一定会醒过来，他一定会好的。看太太，李先生现在的情况在医学上叫做昏迷。你放心，作为一个医生，我一定会尽全力去帮助他。可是你也要有心理上的准备，他的肌肉会开始萎缩，需要一定的物理治疗和肌肉按摩，还有用护托来托住他的手和脚。另外，我们还要用鼻管给他输入营养和药物。他的大小便会失禁，要开始用成人尿布。作为病人的家属，我希望你能坚强起来，度过这个难关。要尽量跟他说话，因为病人很需要支持和关心。阿青，阿朗他辞了职，不当警察了。我来帮你吧。你想了吧，这的事不用你管，我什么都不想听。阿琴，阿朗他也很难过。对不起阿琴，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？那你就滚吧，我和明星都不想再见到你们。你滚呐，滚呐，滚出去，出去。我想一个人静一静，别再跟着我。你去哪里呀？Thank you.
早就回来跟我们过圣诞了。来啊。小姐，你们出去吧，让我来照顾他。甘太太，我们也不想做这么多事，可是不能每次都打电话叫你来这里替你先生清洁啊。我亲妈那样，面都不回来了。爸爸没事。我好怕啊。傻孩子，有妈妈呢。金青带，银生都昏迷这么久了。在加拿大生孩子更好，有爸妈可以照顾你，生完孩子再回来也行啊。你不在这儿，妈放心不下。你别说了，林生他一定会醒过来，他怎么会舍得我跟三个孩子？别哭了。妈，你明天要坐飞机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放心吧，我没事。
我姓黄，是医务社工，对您先生的意外我很同情。你需要什么帮助呢？你现在的情况可以申请暴力及伤亡赔偿，如果你经济上有困难，我可以帮你申请法律援助。如果申请得到批准，受害者又是家庭的经济支柱，那大概有63,650元到91,000元。如果受害者不是家里的知道我先生什么时候能去？妈妈，我们为什么要搬家？爸爸回来找不到我们了。不会的，爸爸会找到我们的。好啊，有新房子住喽。妈妈，我真的要转到你那间学校念书啊，但我同学都见不到了。乖，现在别烦着妈妈了啊，快去把东西收拾好，去啊。是不是这个？祖慧，你看看。姐姐真好玩哦，搬家第一天就有烛光晚餐。吃饭吧，姐姐。妈妈，咱们要在这住多久啊？
荷包蛋好吃啊。嗯。哎，甘子慧。这些钱是同学们捐给你爸爸的，我们不直接交给你妈妈了，她都不敢收，你拿着吧，拿着吧，你把钱拿回去交给妈妈，希望你爸爸早日醒过来。